在当医生跟现在是立委的候选人，压力大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纾压方式？据说你都会到汽车旅馆。汽车旅馆？汽车旅馆？这是爆料吗？那你都在你的选区里面吗？选区里面，如果我在选区进 motel， 可能会真的被拍吧。那你都去哪里？我最近就比较少去 motel 了，但主要是独处啦。对对，我都是自己去哦，或者是跟老公。我先澄清，我又没有问，我们没有怀疑啊，我们没有怀疑。